咁啊，今場咧就係、是、紅蝶，咁啊場景就係聖心醫院啦。聖心醫院呢個場咧，其實就有一個係呢度一開始都可以講下，傭兵喺呢一個聖心醫院嘅雙槍位啦，其實就做咗個壓耳鳴嘅動作，不靈係有心定冇心都好啦，咁啊都做到呢個效果，咁啊令到紅蝶咧係會懷疑係咪呢度位有人咧，咁啊花咗時間去揾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哋都建議，如果係聖心醫院呢個場有咁嘅情況咧，就盡量都果斷啲去走啦。呢邊就會追調音師，我哋嚟睇下調音師嘅視覺先啦。調音師今場表現得幾好嘅，第一次翻窗貼牆啦，就係、是、想睇下可唔可以望到阿紅蝶先再開始行，咁啊但係失敗咗。呢邊要食一刀啦，開香水補血。翻窗，咁啊紅蝶唔踩板，選擇咗行外圍嘅呢邊卡進個視野去，啱啱好係最遠距。咁啊紅蝶識得北飛嘅，一見到佢回頭就知道佢識北飛，所以上次即刻停咗冇繼續行。呢邊距離正常唔夠，一個華麗轉身避開咗紅蝶嘅速度。咁啊紅蝶諗住套路啊，調香師啊，調香師啊，老神在在，好淡定。就唔會俾你咁容易套路到啊！亂咁翻白，咁呢個好重要，最緊要要穩定。啱先一個北飛過牆過唔到，因為調香師好貼牆嘅啫，所以貼牆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。呢邊係大約都數到條紅蝶係基本上係就嚟有得飛嘅時候咧，佢都好快。揀嘅路線都好明確咯，你呢邊睇下條紅蝶先啦。咁啊，唔追條香師，直接追空軍。我哋畫面都轉唔切，空軍已經挨咗一刀啊。咁啊，不過我都未知到底係咩情況下挨一刀啊。但係我諗普遍呢度睇就應該唔係特別勁嘅啦，只空軍。呢個位望慢咗，分張繼續行外皮。哎呀，有金心先啊，直頭。其實有冇金身都好咧，下外皮嚟講咧係會穩陣好多嘅，因為點講咧，或者用啱啱嗰塊白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其實上樓咧你又冇可能嘅啦，基本上要知道咧距離唔夠嘅情況下咧，入大屋咧可以話係死罪，因為點解？因為大屋其實個路型你都清楚，基本上。佢樓下咧得啲槍啦，嗰、那個槍就 O K 嘅，距離夠係可以玩。跟住板咧，樓下就得啲危險板，全部都係短板嚟，冇乜用。咁上到樓上就叫做有得跳，又有安全板。咁但係個距離好遠嘅，你諗下，你由地下走上去，除非你確保到真係可以上到去。距離夠你先入大屋啊！如果唔係，都係行出邊好啲。呢邊咧啱啱見到紅傭兵啦，掛住望紅蝶嗰陣時已經開咗個護額，唔小心就撞到牆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已經係俾個護額亂咁彈走咗。咁呢邊紅傭兵救咗兩次，再俾食咗一個紅蝶嘅板前刀。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啊索性挨多刀搏命啊！咁行咗過嚟，咁呢個遺產機嚟嘅 ，TIC 見到唔對路咧就離開咗啦。咁其實 OK 嘅，而家呢個場嚟講咧人數都仲即係叫做合理啦。見到其實大家都人都係好人齊，值多部機咧就唔係好難。呢個位救人嘅話咧，其實空軍上咗一次凳就即係可免則免啦。你調音師同機械師都仲可以救人，係咪？咁最理想咧，其實就應該係機械師過嚟救。點解呢？因為機械師咧，你傭兵上咗凳之後咧，你整機其實都係好慢，都係靠你攻勢。咁你個人過嚟救嘅話，你嘅攻勢可以發揮到最大嘅效果。咁呢邊調音師過嚟救都一樣，呢邊棘咗一棘啊調音師，冇辦法啦。調音師呢個走位一定會俾人打到啊，咁近距離。咁啊，玩咗個香水又嚟一個華麗轉身，咁啊成功避開咗呢邊，呢度都係非常之驚豔啊！即係今場都經常見到呢個調音師啊，不斷靠呢個走位、人物走位啦去避呢個攻擊。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呢只紅蝶相對地都係。那個心情可能都比較亂，可能個節奏都比較差，
呢邊條僵尸都就拉远咗，因为嗰邊围橙机只会唔会阻止到，即系阻碍咗空军嘅收机进度。咁啊，拉远咧就冇可能，再远啲呢个废墟咧都系人王废墟嚟嘅，冇乜嘢好撩啊呢一个废墟。咁啊，睇下呢个版点样玩，呢边条僵尸都玩得非常之耐啊。咁啊，红蝶呢边系想用北飞咧系飞过嚟嘅，咁啊，但系条僵尸咧。基本上咧，幾次走位都可以好好咁樣避到紅蝶嘅視線。咁啊，有一瞬間嘅，但係嗰陣時咧，條僵尸都撳咗耳窿望呢個紅蝶。咁啊，基本上紅蝶冇從入手啊，踩板應該踩呢塊，應該踩佢啱啱踩嗰一塊一字板呢塊，咁會好啲。呢邊翻出去，咁啊，紅蝶諗住條僵尸會原地翻啊，咁啊，呢個條僵尸其實佢哋交交過手啊，一隻相對地都幾老神在在嘅一隻條僵尸啦嚇，咁淡靜啊，未必會做出呢啲咁嘅動作。呢邊放棄咗條僵尸啊，見到佢入埋去，東軍呢邊壓好塊電機，食得刀就正機，咁呢個動作係 OK 嘅，其實正常發揮嚟講係可以拖延比較多嘅時間，先食得刀。咁食刀嘅時間係可以俾隊友走，再整起部機又補翻血。咁但係好可惜嘅係，呢隻空軍咧，佢本身嘅技術咧真係麻麻地啊。咁啊，整完機之後基本上係少少時間都爭搶唔到，咁啊俾人打低咗。咁啊，紅蝶有傳送嘅情況下咧，都仲係好容易搞出人命，分分鐘可以打個三殺四殺都唔頂嘅。如果未開門嘅話，傳過去。咁啊，呢邊傳咗過去啦，打咗機械師嘅公仔，機械師光明正大咁樣行出嚟，非常之開心。咁啊，又有傭兵，咁啊有一刀啊，但係傭兵有護牙咁驚過。再唔係，佢都仲有個自大嘅方面啦。驚過呢邊條僵尸係去咗偷人，我哋過去睇下。點解要偷呢？如果大家有留意啱啱條僵尸嘅嗰個位置咧，可以見到佢咧係未去到門口啊。佢再向門口行咧，好大機會同紅蝶係一個正面交鋒。咁如果佢唔救人，佢又冇好似傭兵咁樣咧，有搏命咧，俾人打一刀咧，呢一鋪就會係一個雙殺嘅局面。而家呢邊救隻空軍咧，某程度上嚇就係、是、叫做救一救人，兩個分開走咁啊，睇下走到邊個咁解嘅啫。咁所以呢一鋪就玩咗個三頭局出嚟嘅。咁啊，條僵尸嚟講，呢場真係由頭到尾都非常之好嘅表現。空軍呢邊其實，我諗相對地，其實佢如果冇個金身咧，可能都有機會撩到一邊。咁啊，但係真係冇辦法。其實如果玩排位咧，你哋即係有人玩空軍咧，其實如果可以嘅，最尾嗰刻攞出嚟，你可以先揀九人角。揀佣兵咁樣，咁啊空軍可能尾轉咧，相對地比較出其不意咧，冇咁容易咧就可以俾監管者去揀個更新復員。咁啊，再睇下一場啦。